我要做一款微瓶睡盖，不知道我发量这么少了还能不能做。兄弟啊，你这发量还算少啊，如果说你的发量都算少的话，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微瓶睡盖了。上次我去理发店做微瓶睡盖，他们都说我发量太少了，做不了微瓶睡盖。然后呢，我听说你做微瓶睡盖特别厉害，我特意留了长的头发来找你做微瓶睡盖。这不是听说就是事实啊。Nice. 你说的还可以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和视频里说的一样的。微瓶睡盖简直就是我的梦寐以求，我剪了几年微瓶睡盖都没有剪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。每次去理发店剪微瓶睡盖都是给我两边推光，然后中间打薄给我剪成微瓶锅盖。所以我今天找到你了，就想笑着走出理发店一回。非常感谢你能点进这个视频，我是根据脸型整体设计发型的宇豪老师。有的人看完我的作品就离开了，而有的人没有看完就给了我一个鼓励，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不容易，你们随手一个鼓励就是对手艺人最大的支持和动力。我是一个90后农村创业的小伙子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认可。